我给你劝劝劝劝。你知道几个了？别想着不会念啊。你让我明白是什么？我给你想好了，吃屎。不错了，过来抱抱抱抱抱抱。不行啊，我不那个。过来抱一抱，抱一抱。没事，不哄一会儿就哭啊。几个？没，本来没几个。你怎么那么小气呢？那我明天吃什么？你吃屎啊！行，双下巴哭出来了。啊、双下巴哭出来了、啊、我没在镜头里啊。我好难过呀，家里的糖昨天也吃完了。没有你爪子也没有。没有，哎呦。那明天给你去买行不行？明天给你去买。那个啥，行行，你别哭了，行行，你帮我把门带一下行不行？你哭的声音太大了，你帮我把门带一下。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